我諗其實因為很多球會的球迷之間咧，很多所謂宿敵的關係啊，咁變咗其實平時大家咧係成日都會即係唔會坐到埋一齊去為同一件事去發聲咯。咁但係就即係香港呢一件即係反送中嘅運動咧，令到即係大家團結咗，揾到一個即係大家都好認同嘅價值喺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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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該，冇事啊。